您有多久没出外走走了？或者想看看不一样的风景？走，让我们跟着客家去旅行，用安利谈谈客家稀里行。本节目还有王永米、永米记风母主持，本节目由黄玉美服务主持，出发喽！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跟着客家去旅行，我是黄玉美阿美姐，让我们一起用放慢的脚步来感受客家人文，也用我们的眼睛来欣赏客家风景，用我们的耳朵来听听客家亲切的声音。当然了，节目当中也要带着大家用味蕾来品尝客家好滋味。欢迎乡亲好朋友，安利组了去客家庄，听听客家稀里行，到客庄一起来跟着客家去旅行。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来到新埔镇。新埔也是一个客家小镇，提到新埔大家想到的就是，没错，就是板条，还有现在的柿饼。那但是呢，除了这个板条跟柿饼之外，其实呢，新埔镇是一个农业的小镇，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的像农业休闲区啦。其实呢，透过更深度的导览或者是 DIY 的互动，都能够让我们体验客家先民的生活。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先带着大家来到位在巨埔地区的巨埔科学农场，所以让大家呢一起来 DIY 一下我们的客家的板呢，客家板哦。好，安妮呢就一起来客家 Follow me， 跟着客家去旅行，客家 Follow me。现在我们所欣赏的歌曲，这是由黄子轩所带来的《山顶碧丽角》，用客家话说呢，就是“山荡变拉高”，这意思呢，就是比较在偏远的山区或者是在森林的角落的地方，意思呢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哦。“山荡变拉高”也有说“山哪变拉高”。那以往客家人都比较居住在丘陵地区，是属于比较山区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会用山荡变拉高哦来形容他住在深山里头。也因为呢，在丘陵地是一个农业发展的地方哦，所以很多的农业呢也应运着像丘陵地形来做一个这个产业，像茶叶啦或柿饼啊，还有很多的稻米的种植，还有果树等等哦，这些呢都是成为我们客家的一个风景。不过呢，现在随着社会的这个转型哈，结构的改变，现在大家都很向往山林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在客庄也发现了有好多休闲农村、休闲农庄，随着转型之后呢，走向观光或者是休闲，又有教育的意义哦，来符合国人慢活的一个生活态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新埔镇。新埔旧地名叫做巴里国、巴里关哈，新埔的 QT 名呢，按到巴里关，主要是生产安尼的米啊，主要生产稻米，还有呢，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我们的柿饼，还有因为这个米呀、米的生产哦，所以我们客家的板哦，米食类呢也非常的丰富跟多元。现在呢，我们所听到的，这就是来到了位在巨埔地区的。巨埔科学农场，我们的负责人是从峨眉国小退休的吴生淼吴校长哦，他正在呢跟来自台南地区的大朋友们一起来解释啊，来解说我们客家的板哈、要怎么样来制作，透过 DIY 让现代人一起来这个品味我们的米食的文化。新蒙尼安子谁？我新蒙尼安子谁？好像在唱歌哈、对。好，那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是做简单的DIY 的这个昂骨柜啊，你们说昂骨柜，我们叫做封板，来大家念一遍，
风帆。没错，来到客家庄呢，当然要学几句客家话咯。所以呢，在吴神淼吴校长的解说当中呢，也会带我们的客家话的学习。红板这是昂姑贵，我们一般客家话叫做风板。因为新埔地区呢是以海陆腔的客家话为主，所以呢现在你听到的客家话是海陆腔齁。风板就是红昂姑贵齁，就是红板，就是我们在拜拜的时候有没有会看到红色的这个板类齁，就是就是封板。那透过 DIY 的方式呢，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客家人的封板齁，从它的板印，就是印模这个模型呢，其实就很讲究，也有很多的意涵在当中哦。而且有圆的，也有月桃形的，那也都代表着不同的意思。那么这一次呢，也发现其实在模型的边边上哦，也有一个这个长形的这个模型。原来呢这很多的板类哦，如果说你有剩下一些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红板封板呢，给米的话呢，米团的话，我们客家人也不浪费哦，还会用边边上哦来做一个长条形的，也是有造型。所以呢，这样所有的米食啊，这个米浆呢都不会浪费。我们来听听吴校长的解说。那这边哈是会了讲哈，是做 NEA 该给。封板改 DIY 啊，因为封板是因为客家人喜庆嘛啊，做蛮老年的 CS 会打封板嘛啊，那你打封板因为第二是讲一半是去店卖小几家做，那个咧是本来是本小朋友啊，来咧老师体验下，讲因为这个做板那些蛮做哈，但因为很多板件，嘿板件哈，因为是熟个，熟个哦，熟个板哈，还有用个绿条啊。来做哈，你啊个板件有两面哈，一片哦是系，你啊个乌龟诶，哦龟乌龟，啊龟是表示长寿嘛哈，安尼土是野土，也是按照喜庆那些是用个线土啦哈，你啊是你有两片哈，你啊当重要部分，你旁边哈按讲做嵌板。哦，嵌板，嵌的板是因为它客家音哈，好个，好爽啊！哦，好爽哦！系也是讲，因为个摸，系因为摸鸭嘞哈，还是拿来摸半截大爽哦，系因为是拿来弄弄哈，弄冲冲哈，还是点啊拿住哈？啊，你其实点系讲因为北埔哈，好少按讲新灯板啦。但是英语咧系讲，我靠有诶，该用声音那些哈，又用哪一些？英语是用了解，好来的代替英语该新电板，因为新电板是了是按照写一条，一条条表诶旁边哈，按来摆心，啊，落新民讲英语我靠有甜点咧，还有安样个意思哈？啊，人家讲个那个线模嘞哈，其他做得都做哈，应该也很讲究啊，没有规条，还有那板件的线头。上次因为斗准皮啦，为斗准皮哈。这个你讲买个很多慢食呢，所以讲是封板，你有滴在讲，你也封板很有帮你做一下。你讲因讲慢食一些哈，实际上是按有在地食农教育的部分啦哈。慢食是讲因为莫讲吃东西是囫囵吞哈。就是按吞吞落去是好诶哈，咱按了解几个历史或么子个文化，啊，按讲是封板些哈，因为了解几个，按点封板咧板件几个代表意义又蛮远啦，哈，按地图会包围啊，冇强强些，几个眉头也蛮改变啦，啊，按点按好注重按个个养生嘛，所以几个食用色素啊，啊，按个用来种啊，也系讲按用脐带哈，用按个有机诶。火龙果啊，么子物个啊，塞落去病落去，哎呀，做得了，还是讲，因为在因为吃东西的时候哈，可能就好比较轻松啊，比较以这个尝它的啊那个啊慢
慢慢尝它的味道出来，这个意思是这样子。透过你食包，你下你呢食东西而用木柱来看，好，啊你系食好的时间，喊你加你的头脑，你有啲啲讲，既然用把你做出来嘅，我相信按食下来的东西，感觉是多么强样哈。系，系啊，所以讲希望大家来体验一下你嘅农村的哈，所以讲按你的农村全部有打扮嘛，所以讲按你用打扮来呈现出错了哈。系，第二是好少因。大家好少自家动动手做了，哎，板呐，那板烟全部是市场卖哈。走走走。非常谢谢吴生淼吴校长和我们的分享。原来呢，恩列客家的风板后也有这么多的图案，所以下回呢，您在吃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稍微的看一下这个安菇柜后风板上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型呢？如果是乌龟的话，就表示长寿；还是月桃形的，就是仙桃哦，也是取它吉祥跟长寿的意思。那么还有长条形的信电板哦，那就是当你的线用完了，我们的米团也没有浪费哦，来把它做成信电板，蒸来吃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好。在台中东势的客家庄哦，特有的信电板哦，就是当你家里有天丁的时候呢，哎，就要用这个信电板哦来拜神明哦，保佑孩子呢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所以呢，当这样的一个慢活在 DIY 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觉得哎，吃起来这个风板的味道哦，滋味呢又更加的不一样咯。那么其实呢，有大朋友的 DIY， 还有小朋友哦，也很喜欢来到这个科学农场，因为呢，科学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吴校长说：“哦，原来有鱼菜共生，还有因为小农哎，食农教育，还有后边生态步道哎。”在导览而已。是啊，所以讲，很样本因为上到讲用这个科学来做主题，系咪？科学其实去在你的生活当中，嗯，样本因到成年的啲啦生活当中来，来发觉这个科学系冇？系啊，就因为相识的小朋友哈，是好摸爱机会啦哈，所以利用因为讲要校外教学机会哈，来本地对啊种下行行走走哈。还有因为透过社区搞的东西，还有因为咧，因为咧一般的小农哈，是种下种得嘛个菜，来世界种嘛个菜啊，对哈，分小朋友去体验。声音来到了个环境哈，佮虾米变到还容易来观察你的台子烟。哎，你像我咧旁边坐个对哈，比如讲因为咧生态当丰富嘛，几多两几多是会即间去探索哈，看到好个个。伯父哥啊，看到因为个蟋蟀个对哈，还记得我当很当兴奋啦啊，还是人家各种花花草草啊，我们主要应该六零二课程里又加当主要哈，很多植物运动会哈，用植物来做一些道具哈，来让他们用团体来对抗赛啊，这个部分大家会激起大家的一个认识植物，还有一个竞争的一个的态度啊。还没像高中做的举例一下，因为应该讲个吃物运动会，那就动身体。还没做的举例一下。好，我俩开始，大白开始，老小朋友介绍，我最珍贵的哈，因为环保植物是叶托啦。叶托。哎，叶托啊，去贵县是有用哈，因为种下不开始哈，你做一做种啊，去做的因为也透过包猪肉、包豆腐啊，哈，全部还记得个叶鞘哈，就做一。然后去晒照了，就做熟了。哦，其实因为姜科植物哈，月桃也姜科植物嘛，姜科植物也该进了哈。它的那个地下茎的部分哈，就是用姜妈孔的哈，它是可以来煮汤，煮汤哈，可以是一种温补啦。那姜科植物是没脱的啦。但是其实讲因为是落去也该叶鞘部分了，差不多做结合哈，按做加强炸弹型样安呢，按来投掷匕首去的准度。每个人投一标轮流安是算总成绩嘛，大家是会竞争啊，会加油安意思来比赛，安意家这是一家例子啊，主要是讲安意就叫兴趣哈，不好上个小朋友哈，又叫园地了哈，主要是说安意提供人家园地哈，让小朋友来这边啊，走在这里了啊，驰骋啊，这里了走在这里安意啦啊，安意快乐的心情。
非常谢谢我们吴校长的分享。大家呢想不想到巨埔科学农场来体验哦，来玩一场植物运动会？在我们的大自然当中，许多的植物其实呢跟我们的食衣住行都相当的贴近，所以来一场植物运动会哦，让大家在寓教于乐当中呢也认识了我们身边呢最有用的植物。所以像我们吴校长所举例的月桃捏头，在以前呢就是像用这个来包猪肉，你看也很环保，就不必用到塑胶袋，减量的方式呢，其实以前的人的智慧，你看用月桃叶子来包猪肉啦，还可以做绳子啊，也可以做这个粽叶哈，还有呢就是它的根部哦，也是可以食用的哦。所以整个月桃他就说了是一个宝贝哦。那加的安利两个植物运动会呢，要安利台朋友、西朋友都可以了解。还有呢，刚才吴校长所提到的捞富狗，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您知不知道这个客家话呢？捞富狗指的是哪一种我们的昆虫呢？捞富狗是哪一种昆虫啊？你是不是很想回答我呢？也欢迎你能够上到我们跟着客家去旅行的这个粉丝专页来留言哦。安永米呢，玉梅姐哦，这个答对的朋友呢就会赠送你精美的礼物。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一起跟着客家去旅行。那先来提供本乡亲好朋友。所以啊，捞富狗是指哪一种昆虫呢？捞富狗是哪一种昆虫？好，欢迎你能够上到跟着客家去旅行的粉丝专页来回答幽迷记，好吗？按字 C 哦。好，在我们科学农场玩了玩一玩呢，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哦，肚子有一点饿咯。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到赵门休闲农业区来去吃刘家焖鸡。去旅行，客家 Go Go Go， 天天客家去旅行喽！朋友继续跟着客家去旅行，天天客家去旅行，我是王优米，优米记。这里是寰宇广播 FM96.7，听着谢宇威老师所演唱的轻快的童谣《捏公公》。这时候呢，我们来到了金牌农村赵门休闲农业区，在这里呢，无论是爬山休闲，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客家美食啊，在这里呢，真的是让您流连忘返，一天两天哦。真的是都玩得非常的开心哦。不过呢，因为刚刚去到了巨埔科学农场，在体验了 DIY 还有植物运动会之后呢，相信大家肚子也有些饿了哦。来到金牌农村赵门休闲农业区啊，就可以满足大家，不管是客家美食料理啦，或者是吃完要水果啦，或者是爬山哦，这里呢都是非常棒的地方。而我们来到了刘家焖鸡，因为呢就在路边，所以呢被它的这个柴烧的客家香气这个焖鸡的香气呢深深的吸引哦。所以也发现到这样的一个焖鸡啊，跟我们一般所吃的客家的土鸡腌鸡的做法又不太一样。而且呢这个菜哦都是我们负责人刘华柱刘先生刘姓上给起个种的那原本呢就是在嘉后山的一些砍下来的树枝，也不要浪费，拿来当柴火，没有想到呢焖出了这个不一样的好滋味，所以刘家焖鸡啊，大家来到这里都很想尝尝看哦。所有的水果啦或者是蔬菜也都是自己种的哦，所以也非常的环保以及有机。我们呢就来访问到我们刘华柱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焖鸡啊有特别的柴烧的香气呢？先来介绍品尝一下咯。其实哦，我当初未做了哈，实际上我上当当都敲锄啊，敲锄时候，
收水你的肉，从个下上山南管，佮因哩放飞当作树啦哈，佮收落个树安抬条叶，无那类好利用到感染啦，成苍蝇，哎，所以很不卡冻树也有学生都改啦，很独独好高的清新嘛，是好高的清新，佮是民国八十六年嘛哈，哎那片。沙溪是因为徐伯球的快翻译嘛哈，做基础建设是快台路，还有啊做了的步道，所以我就是哎，因为都因缘际会，是因为这个有点成熟了，还当初因为当作水利挖了对嘛，哎那个当作材料哈，来柴烧嘛哈，还提学校因为这个学界量就按多哈，个是。噶咁从好高的心先来做，喊做做，我全部上课学强朋友学，喊朋友其实讲，哇，你味道不错啊，开始叫我买了个因个本钱的东西，喊后背是按建筑呢是按子行业啦。那边头伊在按你下界串烫哈。嘿，我当按了地板，我的食材盖地板都是，嘿，个切的咩个地板好是要切掉嘛哈，个就冲啊，冲啊到神条米，嘿，因为行业学的东西嘛哈。哎，因为那里热门啦，哎，还有调酒了对嘛哈，哎，这个那刚刚讲你那那个焖鸡啊哈，按一只盖要做一只锅个，啊，然后用那用专门用锹去扫的哈。锹，因为吼你。哎，你出来个米头嘛。哦，个锹个米头，提起嘛，有个火炭煤，有火炭煤，有木球，有燃，哎，其实用锹下的东西有个独特的煤头啦，还。加上爱后边爱有改良伊嘛哈，还老爹旁边烧烤的当中爱做老去，做一边烧烧水，还安尼做烧边有水哈，爱做食物个那条，哎，真冇浪费。系啊，就讲十个来利用哈，所以讲你山东的烧啊，自家来应该讲做焖鸡的，放水去做嘛，按做焖鸡呢，用咩烧？你用烤旁边咸伊嘛哈。佮是用焖啊，用焖烧用烤方便咸硬咸多少，唔咪直接烤啦，啊咪到底下煮，是烤凉方伊冇时向角头系火很咸，嘿，喊安尼在控制个伊冇，安尼利用盖点出来油啊哈，盖油烫油啊，那做火种，喊外边脆个些哇哈，最尾有3-5分钟，我是用个盖油俾急速升温那些，佮皮是会熟，嘿，所以安尼做些做到做哩。扁鳍羽毛做的很多，皮酥肉嫩汁多，哎，是啊，所以讲你好哈，应该讲刘家焖鸡啊，料你你系来学的是摆唔到啊哈，还好啦，那就是慢慢一些当初摆十六年，先用六种做开始做，做到了就狂太多60种做，所以挺方便啦，哎，攀发通来的来来啊哈，还做爬山、捞山发全来是，哎，又浪起圈的那习惯嘿。唔惊闷人，唔惊夫君嘿。系啊，即个很有哈，人家讲呢边嘅菜色啦，系当到像咪刘先生，你自家耕种啊，家又看到番薯叶啦，还有秧苗呀，你啊高一农烟地方都当到嘅高手啊。哦有，因为我是原来传统那边种水利的哈，佮是民国70多年又种甘么，60多年又种茶，到80多年佮是因为禁止唔好禁边防，还是禁种嘛哈，茶。水的后来我就是油了的哈，我俩因为以前绕过旧当多，我从小做多姜，因为绕过我认为个东西在卖，因为是叫做友善农作，哎，又全部用自然农法，哎，你前两是落到配嘛，比雪安子，哎，你像我俩种番薯啦，配了水拿半斤哈，我打一百斤，佮冲个二来忙出来什么个摘下来的，所以佮我亲戚安尼做的算到。水火的东西，像俺上堂咧种的铺菜瓜，俺是用吊吊个像应该捕蝇器，哦，捕个果蝇啊，莫比打。俺因为冲水没落姜啦，还那时种的像竹笋那的五姜，哈五姜莫白冲的东西。还像铺菜瓜那的，俺是用做个捕蝇器用吊呢，哈，用粘网的，生物科技挺方便。俺捕了保特瓶面当喂皮头面头去养喂养上去咧，其实莫来打。错，所以讲，伫咱农场诶，全部系非常诶友善的吼，然后肉诶唔是有安度啦吼。韩国咧贵州，你讲来到咧旧疆府诶咧贵州番茄，全部系超向咧方向来行。哦，这边爱得到
86年大家有没有转型啊，你看我的时候是休刊农业企业嘛，我们是十大经典农村，很多的经验还有像金牌农村，我们是转型啊，以前从农啊，我们有三家企业，我们究竟服务生态区，生态区全部没用救助了，还不用人类生态这么转类，建筑部是生产区，生产区其实还有中央的水果了的，还有保留人类种下个种传统的生产，还有在太平洋叫生发区，开始全部种沃嘛哈，西天这边开始效率是俩清河的资源水源，所以这边哈其实利用人类，该好把水全部捞一倒嘛哈，所以俩去练练效率是俩木叫清河回收，还是不呢农村啊去。生活区地皮吼，你做去看农村，就该就去到窝窝房下学个稻浪安排，非常个正，哎呀，看到后背吼，该哎恁没有来做到像两天哦，叫做错人力慢慢学吼，哎，都该做在地量，看国内学，哎，你为了去木鱼嘛吼，哎，木像比水力发电给水准，你会发电，俺不了是朋友，唔是像路灯还。母鸡全部用，嘿，用太自然的方法嘛哈，按地方，嘿，按基地背，很白啊，跟农村啊就完全就没人吵嘛哈，就没污染，哎呀，开始地方就哎，穷些套，嘿，开始政府开始又也有填帮忙的啊，开始哎你俩最好农村是像哎找问题去，哎。系啊，所以讲放养大家双双来聊吼，来看河山河水又是安尼最天然的东西哦。所以讲安尼两边吼，有个无障碍的环境啊，老人家也讲轮椅的囡啊来聊全部都方便。哦，就安尼两有木只几只会所，哎，像哎了啊，韩国金谷农场啊，那个偏所全部设个无障碍，就每天洗台上多安尼啦，按便多一嘛哈，又多老人的亲近嘿，韩国生长了的唔方便，两人袂见得见多。还有嘛哈，面对就去老化，经常轮椅坐，哎，你一天膝盖萎缩方便哈，安便，太阴出来老人家安全一面又好萎缩，出入了了。听朋友，以上我们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刘家焖鸡的负责人刘华柱先生哈，跟我们的一个非常热心的导览解说。除了呢介绍他的焖鸡，是用这个柴哦去烧去焖的之外呢，有特殊的香气啊。另外呢，也介绍了来到这个赵门休闲农业区啊，这是我们的十大经典农业区，也是金牌农村。经过20多年来大家的一个经营，其实来到这里哦，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完整啊，非常的周全了，所以欢迎大家呢能够利用休闲假日的时候到这里来走走，来全部哦嘿哈嘎尼呢，所以来到这里品尝最道地的客家好滋味。不过刘华柱先生刚也提到了，整个赵门休闲农业区啊，其实分为三大部分哦，这是大家呢比较会觉得说，哎，经常都来到了这个九琼湖啊。那么其实呢，他刚提到九琼湖是一个生态区，还有旁边的建筑窝是一个生产区，还有很多的果树啦，像柑橘类哦，那大家呢也都可以去采果。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大坪地区，这里呢是生活区，还有很多的农家种稻米啊，所以这里的稻米呢也是很棒。所以因为稻米的生产，我们客家人又很会做米食，好，所以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的客家米食的体验，从打七霸，就是大家说的麻吉，好，那我们说七霸，好，客家的麻吉呢叫做七霸，好，我们是讲哈嘎个七霸东后生，好，不管你是吃咸的啦或者是甜的，哎，大家都常吃甜的，对不对？其实呢咸的七霸也很好吃哦，你只要用这个控肉的汤汁啊来吃这个咸的七霸，七霸哇，这个更好吃哦，所以您下回呢也可以尝尝看哦。那在这里呢还有我们的六痛七，六痛七呢又是另外一个比较稍微更 Q 的啊，这个七霸大家都可以品尝看看，我是
非常非常喜欢吃啊。好，所以呢，让我们更了解了这个赵门休闲农业区，不管是生态、生产、生活，都在我们的客家农村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喽。那当你会问玉梅姐，焖鸡好不好吃啊？哎呀，真的是大家呢，一定要亲自来品尝就知道了哈。董后生，好，客家话很好吃，叫做董后生。一听呢，而且搞了吃死了，你张迪哦，一定要亲自的来品尝，你就知道啦。好，按姿势哦，欢迎来到恁的周末休闲农业区来了。旅行 ING， 朋友继续跟着客家去旅行，分享介绍给天灯客家去旅行。那是王永明永明记，然后呢，所来欣赏的歌曲是由张俊杰所带来的《东方迷人茶》。东方美人茶，其实呢来到新埔了哦，刚刚呢，你有去那个巨埔的科学农场来去运通喽，好、哦、来去 DIY， 然后呢又到了赵门休闲农业区品尝刘家焖鸡，也稍微的欣赏这里的农村的景致，哎，再接下来呢就要来品茶喽。那么我们来到了有半世纪之久的这个正庆制茶工厂。来到这里哦，真的大家就可以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茶园的风光，同时呢也还可以自己 DIY 来做茶，更重要的还可以让大家透过茶席慢慢的品茗好茶的滋味。所以呢来到这里哦，真的是一个非常风光明媚的农村的景致。我们也来到了正庆制茶工厂，现在呢已经是由第三代来经营，那么当然除了传统的制茶工厂，现在呢转型成为观光休闲的一个茶工厂，让大家可以透过解说也更认识我们喝的茶是怎么做的，而且要如何的来喝好茶呢。好，所以我们也访问邓先知，好，邓小姐来到你的乡亲好朋友来介绍，来到客家庄除了讲客家，哎，所以呢我们年轻朋友啊也会用很流利的海陆腔的客家话来介绍，你出来堂堂邓先知小姐的小姐。大家好，我是正庆茶工厂第三代，我是邓先知。我这茶工厂呢成立于民国55年，所以今年已经是第51年了。然后呢我这茶工厂是新埔郡唯一罕有独家营运的茶工厂。今年呢我就是转型又开始开放本大家做观光体验部分，大家有限的时间呢就在来这里学茶，然后体验做茶，挑板应用板做茶，挑板应用板摘茶。应该讲我这边应该很有茶烟的哈。我这茶工厂选挑呢我就没有种一片茶烟，大家来到这里呢是就在看看个茶树系用板用新种诶，系啊，你啊，应该有茶树咪本栋豆树吼，系你系乜嘅茶？我就了下吼种诶，主要系两种，一种系17号，佮种温秧啊，度白露，
还有十八号红玉两种茶种。嗯，你刚讲的，你自家种茶哈，还自家在种茶系冇？还有共创，还有做？系共创，还有做茶。共创做的茶主要系通按照信步啊，刘明行翁立然领导的茶农，还有龙潭杨梅领导的茶农收购茶青。系、嗯，还从杂铺彭凤茶是这是按照。提凤雄的妈妈们哈，大家组成采茶班，用手采方式嘿，那就最年长的采茶班的妈妈哈，今年八十三岁嘞，佮新一岁是开始摘茶，佮当厉害嘿嘿，所以大家是都了到学的捧，收是都来捧捧茶哦，全部系那就提凤妈妈。自家摘的茶，自家摘的，自家摘的，还爱老太当厉害哈，去学做个捧凤茶，已经连续三年都有得奖了。哦，真是好，所以讲自家耕茶园哈来做茶，然后还有泡茶本，大家来学做讲，然后又结合那些地方观光产业哈，所以讲又推广讲，你来度了，你做的非常完整的了解那些茶是两百年做出来，然后来学到了茶是吗？是，因为其实了下秋白按照南唐北茶是，其实按照北部是。种茶、走茶非常重要的地方，那所以那就许多说，我们不只是做茶，其实我们也有推广文化的责任，所以那就替我们台大来到领导吼，你地茶系用班，茶树系上路用班用，和茶系用班走。所以因为了解讲茶农走茶人的辛苦，所以你许多的每一口茶哈，它都是有它的故事跟含义的。嗯、对啊，所以讲像两百哈，都多好安尼个三台通通啊，来了盘发通啊哈，一般安尼老人因啊哈，就讲会搞几多啥食材，还有其他嘛个做的是客家料理有吗？还有我了下主要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制茶揉茶的体验，还你是跟。是啦，是这吼，我就会安排你去茶园摘茶，从摘茶开始到做茶，喊做好的茶，做到一家大专去，喊我就没有安排茶道老师教大家泡茶嘿。所以讲，你认为讲，按照你来推广的时间，自家心情怎办？其实我阿公都辛苦吼，同俩茶工厂去真紧白手起家母起来，还我爸爸咪都辛苦诶。其实又经历过俩茶许唔好诶时代，但是我们还是很用心的把这个茶厂继续延续下来。那现在不止我弟弟个退伍之后就回来茶厂工作。承接，那我们希望说这样子，阿公很辛苦打下来的产业，打下来的基础，那就整个战战兢兢，更努力的让它可以延续下去。对呀、啊，所以讲两边吼，唔但强又插针，也又做起饼哦。九降风的时间吼，那就领导每日做起饼，因为利用领导天然的天然的九降风的条件，含那就是秀。我就了求去年种的沙琪，嘿，沙琪是秋白传统客家人做柿饼的品种，所以我就是秀沙琪来做，和沙琪几个特色，虽然小只，但是佮是起来冻 Q 冻香，嘿，所以讲，希望大家双双吼来到安尼信步的正庆茶厂来聊哦，哈，谢梦英，谢谢谢梦英。同样的，我们非常谢谢正庆制茶工厂的邓先芝小姐的介绍。其实呢，对我们客家人来说，饭后一杯茶，哇，真的是快乐似神仙哈。所以呢，饭后的一杯茶非常的重要。所以茶，在客家乡亲的生活当中，其实呢，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哦。所以讲，安尼出很宽两个中茶都做茶，好多饮茶，其实呢，都有其非常讲究的地方哈，都有它非常
特别独到的地方。当然就欢迎大家来到客庄啊，透过品茶也认识茶叶的制作过程哦，让我们更了解到茶叶跟客家乡亲的生活。相信呢，您也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哦。好，那祝贺 Andy 什么呢？邓先知小姐给收给冯阳太家来都幸福呢，也能够来酬了哈。导演刚刚有讲到，这里还有柿饼哦，所以在新埔的另外一个相当特别的农特产品就是柿饼加工，现在呢也正是品尝的好时节，冯阳太家来幸福了。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跟着客家去旅行，我是黄玉美。冯阳继续跟谈谈客家去旅行哦，游了客家中，希望大家人也感觉到非常的轻松，非常的亲切，还有非常的色彩，一种快乐、亲切又充实的感觉，就在我们的客庄生活当中。好，欢迎大家放慢脚步呢，来用心的来感受客家的人文生活。好，所以讲你青岛的朋友呢，其实啦，营业也讲。半夜后来去行了我咧，其实呢对人哋嘅身份呢都有当好嘅调剂哈。所以讲，你希望大家呢能够听听客家去旅行，带俾你身份上一种亲切嘅感受，带给大家一种亲切的感受。到客庄，我们就来讲客家话，出讲客家话。自然地呢，你出不来好讲客家话，要谈嘅事咧哈。相信呢，容易呢，大家认出会感觉到，其实客家就在你嘅身份当中。好，今天呢，突然大家去新埔了。今天呢，带着大家到新埔，有巨埔的科学农场，也有照门休闲农业区的刘家焖鸡，还有呢，也同样是位在比较在巨埔地区的正庆制茶工厂哦，来品茶。所以希望大家呢，这样的一个游程下来哦，感觉也是收获满满哦。好，也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参考。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问了大家，请问。问客家话的老虎狗、老虎狗哦，指的是哪一种昆虫？也欢迎大家呢能够上到我们跟着客家去旅行的粉丝专页来回答玉梅姐。那么答对的朋友，我们就会赠送您新埔柿饼。好，那名额呢只有两位哦，所以呢希望您看这个先答对的就以那两位这个朋友为主咯，希望大家呢也能够踊跃的参加，也上我们跟着客家去旅行的粉丝专页来按赞。当然要非常谢谢我们爱上客的这个好朋友们能够继续支持我们跟着客家去旅行哦。好，老虎狗是指哪一种昆虫呢？好，希望你上到你的粉丝专页来回答我哦。好，按字 C 什么你啊，非常的谢谢大家。那现在呢，我们所欣赏的歌曲就是由陈永涛阿涛哥带来的《新竹风情》，新竹风情。好，按到新竹风情哈，蒙朝安尼新竹提起啊，各乡镇的客家庄啊，全部有几栋特别的地方，希望大家你慢慢的有了一起来跟着客家去旅行。行喽，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在这就先告一个段落，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黄玉美，用米记按字 C， 你张磊聊喽。本节目由环宇广播电台制播，客家委员会赞助播出。